梦回长安，欢迎来到擂台，我是狼虎啊。咱们继续来看这个画幅的一个擂台啊。观战方是一手武装冠变的一手大力金刚的一个场面啊，就剩一手防御。对战方这手须弥的话，直接是宝宝当场残血。这把比赛的话，个人感觉应该会比较精彩啊！对战方破血，想清飞这只残血的一个宝宝，宝宝当场高神。对战方这只须弥的话，肯定是没有啥抗性的，所以的话，个人感觉观战方应该先集火这只须弥。对战方再次拉须弥，对战方连出两只须弥就是冲，但是像对战方这种打法的话，其实特别容易崩盘啊。本身的话自己就是一个物理门派是吧，身板比较脆一点，宝宝的话是吧就一只卡速，哦还不是卡速，还是逆攻，你这的话是吧，观战方一手惊涛落连续拍飞你两只须弥，你这就没法玩了啊！对战方赶紧拉出来，哦，对战方是暴揍虎哈，这个哥们儿之前玩狮头领的，对战方的一个硬件和打法也是可以啊。看一看这把能不能把观战方给打趴下。观战方用出罗汉之后，这个对战方根本打不动啊。观战方人物也是非常抗性非常高。须弥再次飞掉，其实前面的这两只须弥并没有给观战方带来一个十分大的一个威胁啊，就是打掉了观战方两三个大金，但是个人感觉不足以改变场上的一个局势啊。你看反观对战方是吧，宝宝会飞得非常快，对战方感觉打法有点激进啊，打得有点急了，其实这就是我刚开始说的啊，这个宝宝没有啥抗性，崩得很快是吧，观战方直接是吧，宝宝全给你抬走，人物给你封控，然后来一手最强坤，直接干出对面一手163，看一看对战方当场被抬走啊，这就是我说的啊，你这太贪伤害了。